梁安琪最爱翻屋企叉叉电。八十年代有摇摆天使之称的梁安琪 Angel， 于二千年曾涉足政坛，任职区议员。不过最后佢都是重投音乐的怀抱，下半身准备为摇滚音乐继续奋斗。不要以为 rock 爆的 Angel 香归一定是别具爆炸性，其实在音乐的背后佢极爱宁静。在两年前佢就为了大美督一个幽静的鱼塘而搬迁去那里。除了唱片之外， Angel 的家居满布由世界各地买回来的特色摆设。他笑言闲时同未婚夫一起坐在梳化上面，一边听歌一边望住架上的角色收藏品，最为赏心乐事。纵使再疲累的身躯都能够即时充电回复精神。至于 Angel 的心头好守卫，就是在76年始创的德国慕尼黑品牌 MCM。 虽然近年 MCM 备受韩星热捧，但 Angel 自然不跟风，他先知先觉，早在88年已经买了第一个化妆箱了，之后就爱不释手，珍藏品更加储到成座山咁啊。